今天我在这里要为大家带来一部手影。这个手影好的时候，我们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都看到过哈。哎，现在北京还有几位演这个的。哎，是的。来吧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在一座美丽的动物园，生活着一群热爱开 party 的动物们。自从新来的管理员颁布了不许开 party 的规定之后，动物们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。往日的那种欢乐的氛围从动物园里彻底消失。直到有一天，两只猴子爬上了树梢。嘿，兄弟，你知道吗？管理员这几天去《笑傲江湖》了。啊，就他，长得那么抽象，吓死宝宝了。哎呀，不管他了，不管他了，我们好久没有一起玩了，来猜拳吧。好啊，好啊。3、2、1，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到花城中啊，飞呀，哇哇，飞呀，哇哇，飞呀，哇哇，哇哇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。哎呀，好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。既然这么开心，不如把大家叫来一起嗨吧。啊，没错没错没错，老话说得好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睡你个西瓜，起来嗨。就这个 feel 倍儿爽，倍儿爽，这个 feel 倍儿爽。脚步声啊，是不是管理员回来了？没有啊，错觉吧。哎，猫头鹰，猫头鹰，去看看有没有情况。没有敌情，没有敌情，继续嗨，继续嗨，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管理员回来了。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还有谁？